推荐的许辉。银行里少说也几万块。你怎么没要啊？咱不缺胳膊少腿。什么叫我为什么不要啊？你妈有这么小心眼吗？是我们单位没有编制了。你说分家，我同意。哎，佳良，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这个消息了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是谁告诉你的？哎呀，别管了。啊！如果你不把这个家给我分开，你能不能做的工作把许辉收了？不能。你要不能，人家可真说你小心眼了。我就小心眼了，怎么着吧？你别着急，你别冲我喊啊！我不跟你喊，跟谁喊啊？你爸又不在。你瞧瞧你，又没人真的当面说你小心眼。我看啊，肯定是许辉这娘俩，哼，要不然秀怎么可能来求你啊？啊，是不是秀找你了？找你来说情了？你说这个秀怎么回事儿啊？他能不能不管许家的事儿啊？我就不明白，你说他那个屁股往谁家炕上坐呀？他肯定是有想法，他要是没有想法，他能来找你说情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去告诉他，告诉他我就小心眼了，许辉我不要，就是不要。我这么说对我有什么好？我什么时候没积德？没好处也没坏处呀。你吧唧什么嘴啊？气我呀？哎，哎，妈，出什么事了？啊？啊？妈，你别急啊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嘿，干什么你啊？妈，玲玲怎么样了？在抢救，那大夫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没有，看来是没什么好办法了。辉子，玲玲说要秀儿在大学的那张照片，那照片你准备了吗？还没呢。那玲玲还能看见那张照片了吗？秀儿，来，来这边。秀儿，你不进来？就在这屋说吧。嗯。秀儿，嗯，许辉工作的事情恐怕不行。为什么？我妈说单位没有编制了。真的，没有骗你。你不会怪我妈吧？啊，没有。不会的。怎么了？不高兴？没有。我先回去了，我还得看书呢。干嘛这么着急啊？马上就要考试了。也不差这一晚上。行行行。走吧，站住！
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干嘛跟我总是这么别扭呢？来，过来，坐下，坐下。我问你，如果你不是为了许辉工作的事情，你能过来吗？郑秀啊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能跟我过来就是为了许辉。昨天晚上，啊，我去你上课的地方去接你，你一句话不说。今天下了班，你主动和我说话，为什么呀？为了许辉吧？啊，我刚才去叫你，你这么痛快就答应过来，为了什么？也是为了许辉吧？我告诉你许辉工作的事情不行，你转身就走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？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？你给我留面子了吗？我怎么不给你留面子了？你自己知道。床单，我那天不是和你赌气开玩笑吗？啊，院子里有人，我能挂吗？我这个事情给你解释过了呀。这种事情是能赌气开玩笑的吗？还有，你跟我姐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呀。没说什么？你什么都跟她说了？我真的没说什么呀。我洗床单的时候，你姐自己进去，她看见的。你没说什么，她会帮你洗床单吗？我没让她洗，她非要自己洗的呀。行了，嘉良，你不给你自己留面子，你也得给我留点面子呀。我真没想到，跟你谈恋爱会让我这么累。哎，秀，你累。辉哥，吃饭。辉哥，妹妹怎么样？情况不好，还在抢救呢。还找不着相匹配的骨髓，找不到，都找了三年了。鼻子，啊，我有件事情想求你帮忙。你说，辉哥，是不是想让我去医院验骨髓？没问题。不是。你记不记得上一次去看玲玲的时候，玲玲说想要一张秀才大学里的照片。记得，辉哥，你让我帮你搞一张。要不我去问问秀，让他去北京清华门口拍一张带回来，怎么样？如果他为难就算了。辉哥，啥也不用说了。高跟鞋啊，高跟鞋。曲经理啊。这两条黄花鱼，你呀带回家焖，一定要酱焖啊，给，还特大吧，给酱焖黄花鱼，咱酱焖高跟鞋，太逗了，这简直是出尽洋相。我当时在想，炖牛皮呀，费多少火呀。
我的天哪！我跟你讲，马姨，我开始还真叫他给唬上了，我以为他特能喝的，结果一看，什么呀，小样儿嘛。好，你是太厉害了，真的。曲经理都夸你了啊，说如果昨天那顿饭没你，全军覆没，全军覆没。哎呀，你也不知道，马姨，其实我根本我就不会喝，以前我都是喝啤酒、白酒。我跟你讲，我从来我都没沾过，头一回。你不会喝酒？我不会，我不是，我不会喝白酒。我的天哪，你不会喝酒还一连干了八杯？你吗？你太厉害了。没有，我干了十二个呢。你忘了？有吗？你喝多了吧你？有吗？我后来他们那个叫什么什么孙科长啊过来又跟我刚刚刚干了四个，我一点杯都没打就跟那喝酒就喝了，是不是？十二个。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曲经理说以后只要有这样的饭局必须带着你去。我百分之百的、啊、我绝对保驾护航，我铲除所有的异己啊。别说是曲经理，马姨，你要有事儿招呼我一声，我绝对跟你去，是吧？啊，绝对。马姨，说点正经的。嗯，金处长干嘛的呀？他呀，哎呦，那能力可大了。千钢计划处处长，你说他有多大能力？据我所知，批钢材、评价钢材全都是从他手里走出去的。哦。这签字儿也有错的，不能吧？签字都是反的。啊，秀儿啊，这签字都是反的。嗯。哦，我说看着这么别扭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没事儿，我这不是看，哎，对了，秀儿，这些字儿你都认识吗？我差不多吧。也不全都认识。哎呀，我对你肃然起敬啊，秀儿，这么多字儿，你都认识啊？啊，我还自称文人啊！哎呦，好多字儿不认识，真的。要印什么呀？要印诗集？不是，这李白同志不给我作序，苗某人这辈子出不了诗集，真的。脸皮可真够厚的。秀儿，嗯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这事儿啊，十分重要。你别吓唬我啊！外星人要撞地球了，十分重要。我不跟你开玩笑。哎，你记不记着那年你我辉哥去看玲玲？玲玲问你考的怎么样，你说考的特别好，清华没问题。我记得，我记得，当时我还骗玲玲，说我考上清华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敢去看玲玲。秀儿，这个不算骗。玲玲当时听说你考上清华了，多高兴，哎呦，脸笑的，说秀儿姐。能不能在那个清华门口拍张照片，给他寄回来？这事儿你记得吗？记得。玲玲进抢救室啊，医生说时间不多了。怎么会突然这样呢？他这种病能维持这么多年已经不容易。秀，哎，秀，你去哪儿？秀，秀，秀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玲玲。你不能去，去了不就露馅了吗？玲玲在昏迷的时候，只想要一样东西。她要我的照片。她说清华也是她的梦，但她的梦呢，永远就是梦啊。
一起长大的秀姐能替她实现这个梦，她也就心满意足了。玲玲，玲玲要是知道我在这儿见字儿，所以这事儿不能告诉她，她瞒着她。可是我怎么样才能搞到清华的照片呀？我想一法，咱去北京，在清华门口拍一张照片，怎么样？辉哥呢？辉哥为什么不亲自来跟我说这件事儿？他说怕麻烦你，说上次小说发表以后，给你惹了不少麻烦。秀儿，辉哥说了。说这事儿行就行，不行就算了，不难为你。什么时候走？要走今天晚上就得走。你去跟辉哥说，没什么不行的。我和玲玲从小一起长大，玲玲她一口一个秀姐叫着，现在。现在要走了，最后一个心愿一定要帮他完成。不行，哪儿都不能去。我票都买了。你上了车也得给我下来，把票退了。我的意见啊，还是应该让秀去。去什么去？要是能救活玲玲的命，别说上北京了，上北京我都不拦着你。现在人都这样了，哼，照个照片，照照片能有什么用啊？就是因为人都这样了，才应该去呢，应该满足人家的愿望。嗯，我爸说的对，爸说的对，你爷说的对也不行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许去。我必须去。你敢？秀，你这事儿你可得想清楚了。你说之前，许辉在报纸上就发表了那么一篇破小说啊，已经惹得人家屈家一家子都不高兴了。你要再跟他去北京，那屈家良他要不气疯了才怪呢。就是，在报纸上发表小说那是许辉的事儿，咱们拦不住。可你要跟他去北京，你这不是没事找事自寻烦恼吗？不是自寻烦恼的事儿，是火上浇油的事儿。本来他们俩这就不对付呢，别扭着呢。他要再一走，那屈家良他不火冒三丈，我把脑袋拧下来，我卖给他了，我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吗？你呀，你是没卖给他，可你现在跟卖给他有什么分别啊？你说你们俩都那什么关系了吗？都。什么关系现在？啊，没什么关系啊，恋爱关系，恋爱关系行吧？又怎么了？这是使小脾气了呗？你们俩，哼，你们俩跟秀就不能好好说？我们哪句话没好好说了？你干嘛去？妈，你放开我！你干嘛去？我问你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不许。妈，不能去。妈，你放开我！说不让你去就不能去。妈，我求你了，求我也没用。你放开我！妈，老赵，老赵，你不管啊？啊？好，你赶紧。我说秀啊，你就别去了。爸，你管不管呀？你倒是听我说句话呀！你们都放开。放开！放开！放开你这是让他去啊？这你看，这是办法吗？咱们商量好不好？那他跟你商量吗？他啊？哎，你行。哎，秀儿，你这样，你呀，你先去跟家良打个招呼，也算是对人家的尊重啊。就是。那他要是不同意呢？
他要是不同意，我跟他说去。啊。好，好，赶紧去看看，他是不是上嘉良那儿去了？不用去，他听我爸的，肯定去了。古语说呀，万事和为贵。有什么事儿就商量着来，啊，不能强拧那瓜呀。哎呦，你说这败家的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海带欠的都成皮带了，这少卖多少钱呢？这是，好几块。行了，好几块钱还叫钱呀？好几块钱就不是钱了，好像你能挣多少钱似的你。嘿，瞧不起人呐！你等我挣大钱那天的。大钱，拿什么挣？卖眼珠子你？不时髦了吧？现在都流行卖肾。怎么样？啊？什么怎么样啊？曲嘉良又能同意，我还把脑袋摘下来我。他不在家。哎，这么着秀，你呀，你给嘉良写几个字儿留下。我的意思啊，还是让秀去。不行，啊，我不同意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总也不让人说话。玲玲不行了，这事儿我听着也挺伤心的。那孩子小时候老拉着秀儿的手，秀儿走到哪儿，他跟到哪儿，这俩孩子感情深呢。哎，那年秀儿掉到马葫芦里，要不是玲玲喊救命，那秀儿早就没了。秀儿跟玲玲的感情那比咱们深。哎，爸，我去了。行，我交给他啊，小心。走。哎，笑。哎，你笑，你回来，回来。嘉良要是不同意，我去跟他说，我这点面子他会给的。老张，嗯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嗯，要是出了事儿，你负责啊。我负责就我负责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负得了这责吗你？你捅大娄子了，你知道吗？给我！哎，哎，夏良哥，秀儿。没去北京，
没事儿。没事儿怎么行啊？谁在练钢琴啊？许辉没去北京啊？没去北京啊？那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？啊？你怎么装糊涂啊？这……哎呀，这……昨晚喝多了，那你喝多了也不是理由啊。哎，我没干什么呀，我没干什么呀。你没干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你说怪事儿嘞？怎么了？许辉没走啊？没走？啊？在院里练钢琴呢。说今天早上到北京，他怎么回来的？是。知道还往一块扯？那谁就规定了说屈家良一定要跟郑秀谈恋爱啊？自由恋爱那是法律规定的，爱谁不爱谁那是我们自己的权利，管得着吗你们？太不要脸了！你跟你妹妹的男朋友扯在一块儿的也是法律规定啊！啊！你看看啊，你当着双方父母的面，你把郑家的脸都丢弃了，太下流了，太无耻了你！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郑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滚！好，让他滚！哎呀，他有心脏病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快叫回来！快叫回来呀！你给我回来！家良起床了，这都7:10了，你20分钟能赶到学校吗？啊？让人恶心！你说你一个人3更半夜的把人领回来了，还把门还插上了，一直睡到今天早上起来，那双方父母都看见了，那敲门敲的那差点把门敲碎了，你恶心的让人恶心。这怎么办呢？你说正好这个小魔头要缠上你，你说你这一辈子咋不得清闲啊？啊！我就不明白，
你说你领谁不行？你偏偏把郑豪领回来了，你当初你是怎么想的你啊？怎么想的？怎么想？我喝多了，你问我我问谁去？你跟我们火什么呀？哎，你惹祸你还有理了？哎，你喊什么呀？喊能解决问题啊？我不喊，你等着吧，等他正好给你做儿媳妇儿，那得先把我杀了。做儿媳妇儿，哎，这他妈吃这个憋的，我看好了，这家没好。曲老师，曲老师，该上课了。曲老师，该上课了。不上课就你提醒吗？对不起，告诉同学们，我马上去。妈，我买的包子，您老赶快趁热吃一个。我不吃，你吃吧啊！哎呀，这好几顿饭都没吃了，你再下去身体就垮了。快快快，吃一个。妈，损失太大。我是说，这来回。花了路费不说，还请了假，弄半天玲玲还没看上，你说这损失不是太大了吗？爸，我去北京，嘉良说什么了吗？嘉良没说什么，啊，他也没生气啊。他不知道我回来吗？嗯，怎么没来看我呀？是，哎，他这两天好像挺忙的哈。我说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他了。啊，对，这高考。都几点了？睡觉啊，明天上班呢。许叔最近身体不好啊，七点就要睡觉。有点不舒服。哎呀，坐，许叔，我跟你们说点事儿。我知道，你们二老从这心眼里对我不待见，各种抵触我的想法呢，也都打算好了。但是我今天就想说一句话，在我正好的眼睛里，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儿。对于我和嘉良的事儿呢，
我是抱了最大的希望，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也做了最坏的打算。大不了鱼死网破呗。曲经理，咱俩在一个单位上班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玲玲走了。嗯，走了。照片也没看上吧？没看上。嗨，说这不瞎子点灯吗？干嘛呀？笑得跟朵花似的。那个，秀儿，回来没见着嘉良啊？还没呢。他没来看你吗？也没有。咱妈说他最近挺忙的。忙什么呀？在家听音乐呢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从他那儿回来。哎，他是不是不知道我回来了呀？知道知道，能不知道吗？嘿，那他这是怎么了？又生气了？生完气了，生完了。生完气了？啊。那个，秀儿。是这样，那个你走那天吧，他特生气，喝了差不多一瓶白酒呢，喝完了他就要往海里头跳啊他，后来我就把他给拉回来的，那个拉上来的时候他特生气，他跟我说啊，那个天底下就秀一个女人吗？啊，没他我就不能活了。后来他就问我。说，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好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其实我早都跟秀说过了，其实那咱俩才最合适。后来他就把我拉到他们家去了，那个我就在他们家睡的。那个秀儿姐，那对不起你啊，嘉良现在不归你了，归姐了，啊，咱爸咱妈还有他爸他妈都知道我在他们家过夜这事儿。今天你就逗我吧啊！你看，你还不信啊？我还真就不信。姐跟你发誓啊，姐这回是真发誓。姐绝对没说一句谎话，说一句谎话出门叫车撞死，真的。你不要脸！
你说他跟谁好不行啊？跟谁好都说得过去。他跟秀他姐姐好。我叫我看戏。上来啊！上来啊！上来！大一小子，上来！上来！没上来啊！上来！上来啊！上来！没走了吧？没走！来呀！上来！没走了。上来！主怎么会武功啊？纪晓岚，在。你这写的是什么戏呀？哦，他是啊，他太后您看，女驸马出场了。小马。啊，对。我女驸马颜如玉是。